我们轻松点看到的是云林国际风筝冲浪赛在三条轮海水浴场登场了，吸引了上百位选手齐聚，现场风浪状况佳，选手们在海上较劲啊，展现高超技巧，观赛民众也跃跃欲试。选手们脚踩冲浪板上头连接风筝，在风力助长下，海面上腾空飞起。也有日本的选手，那也有来自澳洲的选手。就连在空中华丽转圈也不是问题，选手们展现高超技巧，比速度也比高度，场面超刺激。啊，这是最舒服的风，对，能跳，又能加速，这种是最好的。迈入第4届的云林国际风筝冲浪赛在三条轮海水浴场登场，吸引超过百位国内外好手同场较劲。今年山陀台风离境的风尾带来13节风浪，风力条件正好适合风筝冲浪竞赛，不止选手乐在其中，让观赛民众也跃跃欲试，想要下去冲看看。会想啊，玩风筝冲浪，如果风况好，浪况好，出去一趟就跟出国一趟。所以其实就是很放松。国内外高手齐聚，精彩赛事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和民众前来朝圣，也带动人潮观光。记者方中诚云林报道。